妈妈，我渴，我要喝水。妈，隔壁爸爸茶叶水了，我不喝。那妈妈用这个给你倒吧。我不用。那妈妈用这个小熊水杯给你倒吧。好的。这个水杯怎么这么漂亮呀？对，这个是小熊水杯，这个水杯是两个口的，一个吸管口，一个直饮口。起床喝杯水，运动喝杯水，喝水不口渴，身体棒棒的。